心体觉性清净，名为佛宝，圆满一足具有恒沙功用，名为法宝。功用之意一，体一位，名为僧宝。问曰：云何别相三宝？答曰：别相者即此字身，名为佛宝，亦能随机受要字，欲修行，名为法宝。四大五音何？何不相为？皆名为僧宝。问曰：何名住持三宝？答曰：住持者，所谓善能扶上阶，下士是清贫，名为佛宝。随意言，说闻者欢喜观念，名为法宝。在于众中万行不为，善巧方便能合一，切不相正论，名为僧宝。问曰：云何称之为宝？答曰：此地一义者，不在内外一无，中间无有称量，无值无价，即欲而言名三宝。若也有价，不名为宝，故说如意无价宝珠是也。问曰：老经云，佛道位而无不位，此意云何？答曰：佛道本自无位，众生起我见，如须弥而则有位，此亦非意所知，非心所测正者了之，但能有功，一时大悟。问曰：经云一切法皆从此经出。答曰：经者心也，心能表一切，行人修习圆照无碍，无上正道因，是发明诸佛如来始则自修，终则化物无法不，故云皆从此经出。问曰：经云何单如来此意云何？答曰：汝但反照于性，不住于常，反物无身，谁受何复身？答般若广为人说，是即贺复正法，单运圣意，令诸众生成就功德，故云何单如来？问曰：经云如来度众生，此意云何？答曰：汝自了众生正性本，来清净六根起相，烦恼病生，观身本空，有何可度？是故若言如来度者、己者、我人众生受者。问曰：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者，
此意如何？答曰：金刚者是色心，般若者清净也，波罗者彼岸也，密者道也。又问曰：不取于香，如如不动。答曰：汝心若起有去有来，即有未法，皆是不安之相。汝心不起即无来，无去即无未法，无未法中动不动，距离是即常住，故称如如不动。问曰：温是经云，具其七物喜，欲众生获福无量，其福亦亦请位。表示。答曰：经云，所说者实不虚也。汝若具七物喜欲者，即须内外相应得福无量。汝离烧炭火，温净水清灰操豆，羊脂酥膏内衣等七物先欲者，若常弄心性纵放贪嗔喝打是非令他声泪俱下，即是出佛身血，常行三途业。如此喜欲者犹如洗欠泥净应修，但身心清净不起贪嗔，自然平等级离分别，已分别水洗，却一切成垢或足清净。问曰：此三毒之心，若未对治，成就六波罗蜜？答曰：汝须心勇猛精，尽对三毒发其三誓愿，誓断一切恶，对于嗔毒，是修一切善；对于痴毒，是一切众生；对于贪毒，以能断能修者，会于心三毒，至成三句境界，四名下心者，即便对于五阴发五众下心者，一世观一切众生作贤，甚想自身作凡夫想，二者是观一切众生作国王想，自身作百姓想，三者是观一切众身作师僧想，自身作弟子想，四者是观一切众生作父母于自身作男女想，五者是观一切众生作草主想，自身作奴婢想。六波罗蜜者亦云六度，不失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等，对其六六根清净六道，不生内外无者自然不失，即摄檀波罗蜜善恶平等俱不可得，即摄施波罗蜜境智和慧为害永尽，
即摄人乳波罗蜜，大寂不动腕，行自然，摄精进，波罗蜜，梵心妙，寂法身自现，摄禅波罗蜜，妙寂，开明无有变异究，尽常住不着一切，摄般若波罗蜜，是名六波罗蜜，梵言波罗蜜，汉言达彼岸也。问曰：